係ないこと。たとえそうであっても七人の侍を倒せば話を聞い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しかし刀が。なら奪うのです。抓住他们那两个是倭寇。さあ。知道这一天我等了有多久吗？太危险了！天地茫茫，日月有光，天有四维，地有四海，海星我星，海劫我劫，生生不息，浩浩荡荡。苍生天地灵气，日月前程，光映蓝天，余下满仓，岂让天下以告沧海。怪我保护胡大人。哎，他们有人质，杀了他更好，免得他祸国殃民。降服鬼域，仰卧朝随人愿，永遇司徒，长佑司民。赵叔，还我赵叔！放箭！还我赵叔！还我赵叔！
多亏有你了，否则我就死定了。那什么东西啊？是人。怎么是他啊？怎么样，还活着呢？哎，你干什么？救他呀。你刚才没有看见那些倭寇怎么杀老百姓的吗？就算不杀他，也不能再救他了。执迷不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也看看救的是什么人啊！你是救了他们一命，他们会杀更多的老百姓，你知道吗？一命，一命，一命，一命！死倭寇，知道了吧？我们在帮助他，你还恩将仇报。走，月空，我们走。月空，你要走了吗？嗯。你会治病吗？我来大明就是来治病的，是我父亲让我来的。你能帮我看看吗？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日本的大夫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是没病了。月哥，我们走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也许你的病他可以治疗呢。喂，你不会带他去见方丈吧？啊，你还嫌我们惹的麻烦不多吗？那你愿意我见死不救吗？月空，谢谢你。胡大人，二位大人，贫僧告辞了。多谢方丈出手相助。难道师兄不跟我一起回去吗？我要去寻找我的两个徒儿。你徒弟？刚刚出手援助我们的那两个僧人是你徒弟？正是。贫僧告辞了。快快快快快
这个，这个，这个，好，快快，这个，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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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还有一个，快！这不是汪善人吗？哎呀，万大人，我听说这出事了，就赶过来了。哎呀，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万大人，所有的伤者由我汪直来负责救治，所有伤亡的家属会得到30两的抚恤银子，由我汪直来掏。哎呀，汪善人，我代表全体百姓感谢您的善举呀、啊！万大人，这是汪某应尽的职责呀！啊，好。还没到，谁敢动手，就是这个下场。老船主，老船主，老船主。义父，你回来了。嗯。义父，这次七武士干得可真漂亮。只可惜胡宗宪生不逢时啊，那是因为他遇上了义父。严嵩、严世蕃才是他真正的敌人，我一点都不想与他为敌，我反而想与他交朋友。难道义父不想和严世蕃合作了吗？严世蕃呢，只能合作，而胡宗宪才能做朋友。只怕是胡宗宪瞧不上我这个朋友啊。随他的便吧，他看不起我们，我们还瞧不起他呢。好，进来。有事吗，宫本先生？老船主，外面的兄弟还等着讨赏呢。有宫本君在，我去不去还不是一样吗？你又忘了你自己的事了。你是大明人，在列表山，这些人是需要你们自己带领的。
此时是我读书的时间，我不想被别的事打扰。你做事越来越不专心了，希望你看书的时候不要跟你做事一样。你这次干得不错啊，严大人的苦肉计也演的是天衣无缝啊。彼此彼此啊。我严世蕃真没想到啊，宫本手下居然有那么好的武士啊，奇异武士真让人刮目相看呐。哎，只是可惜了胡宗宪了。你也太替别人考虑了吧。其实我很欣赏胡宗宪的，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敌我关系，但他毕竟关心的是天下苍生，我佩服他。哎呀，没想到啊，堂堂的五峰船主居然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知道当海盗并不是我的志向，这纯粹是个误会。可你也要知道，能解除这个误会的人可不是胡宗宪呢。我知道只有严大人才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也知道严大人可是一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呀。海真大呀，这都是你的，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海并不是个生根的地方，你有列表山，如果你愿意，你还会拥有更多的列表山。可是我的根在徽州，徽州人不知道汪直，不知道列表山。什么光宗耀祖、衣锦还乡，那全部是假的。最重要的还是真金白银呢。不过，既然五峰船主执意如此，我严某也只好照办了。严大人需要多少银两？我汪直一定照单送到。好，我就喜欢你这爽脾气。回去我跟吏部说一声，尽快的给你弄个官职。那就多谢严大人了。等清斋大人离开后，立即全城戒严，搜捕刘千户。这个刘千户我不会放过他的。抓到刘千户，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只要查出是谁建造的祭坛，就可以抓到通倭的奸细。是。怎么样？城门口到处都是官兵，看来我们暂时进不去了。那也没办法，只能在这里待上一夜了。嗯。客官们早。你们掌柜的呢？哦，掌柜的出去了，他马上就回来了。好，我就在这儿等。把你们店最好的酒、最好的菜给我拿来，去啊，去。站住！我们来找参加大典的少林僧人。早就走了。那麻烦请问一下，少林来的小山方丈还在吗？不是说了吗？早就走了。哎呀，哎，这样更好，可以直起来嘛。哎，如果方丈师叔把我们这件事情给忘了，就更好了。那秀子怎么办？他可以自生自灭了。
我们把秀子带回少林寺吧。带一个日本人回少林寺？嗯，我可不干引狼入室的事情。他是个病人的，病人也是日本人啊。月空，我不想回去了。什么？我不想回少林寺了。那你去哪里啊？我想留在这里。为什么？我想留在这里打倭寇。你不想打倭寇吗？可是我们在修行啊。那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善。对啊，我们去打倭寇，救出我们的百姓，这不是最大的善吗？好，那我们回到少林寺禀明方丈，之后再回到这里杀倭寇。好，我跟你一起回少林寺，然后咱们再一起回来。嗯，走，咱们现在就走。嗯。月空，你等一下。我呢想一个人走一会儿，过一会儿再去找你啊。拿着，保重啊。两位慢走啊。掌柜的回来了吗？啊，还没呢。倒酒，倒酒。好，我不等他了，我先走了。嗯，客官，您的账还没结呢。嗯，你跟我要钱？总共是1两3钱。在宁波城，还没人敢跟我要过钱。你这是第一次。你还挺认真的，行，钱我可以给你，可是现在没带，要不这样，跟我走一趟，到我家里，多少都没关系。你放开我！放开我！贵的，你终于回来了，我等到你现在。刘千总，几天不见，胃口越来越好了，吃饱喝足了还不满足啊？哎呀，你们说，我看掌柜的没回来，跟他们开开玩笑，解解闷儿。哎，要不咱们到房间去？有什么事吗？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谈。在这儿谈不成吗？这儿，啊，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这，哎呀，掌柜的，我把祭海大典交给你搞，你是怎么搞的？这木板下面怎么藏着倭刀呢？你跟我上去。你问我，哼，我还问你呢。现在戚继光还在到处抓我呢。哼，有万大人在，你怕什么呀？我当然不怕，可是我想知道，人家都说掌柜的本事大，跟倭寇有联系，你是不是真的捅我呀？放屁！你才捅我呢。嘿，捅我不捅我，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掌柜的，你还不清楚吗？钱你赚了，风险我替你担着，掌柜的，不能不给我点好处吧？该给你的好处，你已经得到了。掌柜的不答应，是吗？好，那到时候戚继光问我，
我就把你掌柜的给抖搂出去。刘千总，这次建造祭坛的钱你拿的可比我还多，不知道戚继光会不会饶你啊？况且通窝吧，谁敢说就是我？我还说是你呢。你真够狠的。算了，这次赚到的钱老娘不要了，全都给你了。真的？不过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呢？啊，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了。刘千户，金哥，你公报私仇？别啰嗦，带走。别动，我自己来。走，走。你好，你来了。我要走了。嗯，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要回少林寺了。那，再见了。喂，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也许，我可以帮你找到你父亲。我这次回去。在路上帮你打听打听你父亲的消息，说不定就会有人知道你父亲是谁。你找不到我父亲的。你知道你父亲在哪里吗？不确定。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不过我还是一定要回来的，欠你的钱总是要还的。我都说过了，你是出家人，这钱就算我布施的了，以后就不用再提了。我也说过了，我不是个僧人。其实我还没有受过具足戒呢，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哦，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李若兰。李若兰，人如其名，只是你脸上缺了点笑容。你能不能笑一个？人是要开心才会笑的。你现在很不开心吗？你是不是因为我欠了你的钱，所以你才不开心的？你笑了，还是笑起来更漂亮。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到底谁是你的同谋？谁负责建造祭坛？又是谁把倭刀藏在木板底下的？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真的不怕死吗？你不能杀我，我什么都没干。大殿上临阵脱逃，就已经是死罪。我说。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能让我诬告别人呐。好，时辰已到，斩！不。
我！不可以！不！刀下留人！暂停执行军法。我与戚将军有话说。有什么事？等我执行完军法再说。戚继光，我告诉你，大帅，如果你还想用我戚继光，我就必须执行军法。如果你想免去我的职位，现在我就离开此地。好，我现在就免去你的军职。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来说情。我也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是你。刘千户，你会后悔的。这次大敌不是他做内应，我们会失败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铲除这些内奸吗？我现在已经捉到罪魁祸首了，可他却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济海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倭寇彻底赶出去。刘千户是万表的表弟，你得罪了万表，连命都没了，你拿什么来抗倭？哼，戚继光，你可以不听我的号令，你也可以辞职，但是你不能不听我一句劝告。一个好的将军，不是把事情从理想上做得尽善尽美，而是要能适应环境来发挥他的统兵能力。哼，能适应环境，奸细不能抓，士兵不能训练，这就是我们作战的环境吗？我会尽力改变这个环境的。还不快把他放了！又便宜，这个，哎，好嘞，这个，来，哎，哟，对不起，公子，我没那么多钱找给你。哦，喂，啊，这，算了，他的钱找不开嘛，来，给你，哎，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
月空，你看。喂，我们还有多少钱啊？哎，姑娘，哎，这个拿好啊。哎，风车，漂亮的风车，又便宜又好看。啊！我要吃面。哦。几位要点什么？四碗，四碗面，两碗素的。好嘞。月空吃素面，我也吃素面。好，等着。哎呦，这个我们可找不开。小二，多少钱？一共14文。哦。那，给。喂喂喂！刚才我们已经给过了，这次该轮到他给了。哎呀，不是说过了吗？他们的钱找不开啊。找不开就去换呐，这一路上日子还长着呢。他倒好，拿出金叶子一比划，就把你兜里的钱全给引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不好意思呢，你可以把钱全留给我，反正我欠人家的钱还没还呢。小二，嗯，找不开呢，就麻烦你出去换一下。哦，好嘞，现在给您去换啊，谢谢啊。哎，没事。哦，谢谢。将军，发现什么没有？盯着刘千户，把他接触的人全都给我记下来。我可以不杀他，但是奸细一定不可以放过。是。刘千户跟这家客栈有不少联系，那祭坛的建造也跟这家客栈有关系了。很有可能。哎，这家店本来就是我的，我手绘有什么不对？哎，没错啊。哎，这说起来是你的，但是你不愿意做了。我跟你签了3年的租约，现在还不到1年，你看生意好了就想收回去啊，门都没有。哎，那你想怎么着？我说不能收就不能收。那可不行，你这店收不收不行，凭什么不让我收？反正就是不能收。那不能收就是不能收，说好的事是不能面子。对不起，官爷，这儿已经被人包下了。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官爷，如果要喝酒，请去别家吧。我就是喜欢在这儿喝酒。哎，你们这……掌柜的，这可怎么办啊？小店就留下吧。来，我敬你们。
老板娘真能左右逢源呀、啊，果然是八面玲珑。既然大家喝得这么高兴，我荆轲也敬大家一杯。吴东，果然是倭寇。你什么意思？我是宁波卫指挥，戚继光。要动手吗？管你是谁，就是天马老子也叫你有来无回。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别动手动脚的，一心客栈小，就不喜折腾的。你就是掌柜的。没错。没想到你这个小小的一心客栈，居然有这么多倭寇啊！我敬重你们是朝廷命官，不过关老爷这么说话就不对了。你倒是给我说说看，这里哪一位是倭寇啊？难道他们不是倭寇吗？难道他不是倭寇吗？我砍死你！